新竹县这几年的体育成绩，我们看得到它是突飞猛进，很多的优秀选手也都准备要进军国际舞台来发光发亮。各地的运动场馆我们要持续在建设，就是要让所有的县民可以享受到最舒服最新颖的运动空间。公园的建设就是要让孩子动起来，越玩越聪明，特别是用工作坊准确的来收集家长和孩子的需求而来设计的。特色公园受到很多的好评，而孩子的笑声和家长的安心就是我们县府团队前进的最大的动力。全面来建立我们新竹县的整个的阅读的风气，正在新建本县的总图书馆，来结合东新郡的历代，未来这是一座在森林中的图书馆，也是我们城市的一个地标。世界客家博览会上，新竹县以信念汇聚之塔为主轴，呈现出客家大县的文化信仰和饮食等特色。我特地带领孩子们来参观，让他们从小接触客家的美，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。包括我们新竹县在内的中台湾八县市区域治理平台，在各项的议题方面合作共荣，携手解决问题。而重中之重的大新竹轻轨计划，也在新竹县市的治理平台中，由双方团队沟通合作，以最快速的速度来推动。善望达标，我们获得经济部连续五年招商卓越奖的肯定。到现在有四家非常棒的企业都进场来新建中，更是能够透过这个优良的就业机会和新竹县宜居的生活环境，把最好的人才给他留下来。